至于农历春节快要到了，今年淳安工作21号开始展开。这一回，各个分局派出了美女警察，还有消防猛男等等来加强宣导。其中还有个正妹警员呢，长得很像梁咏琪。这边远景一字排开，淳安宣导歌曲搭配简单肢体动作，带动唱，帅气的警察制服配上女警的甜甜笑容，格外吸睛。 队伍中间身材标致的女警，水汪汪大眼睛，笑起来还有小酒窝，是不是觉得她很眼熟？遇到民众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你好，好有明星脸哦。”然后就比较像梁咏琪。 很多人都说他是警界的小梁咏琪，黄一淳81年次，远警经历3个月，非常热心，曾帮助走失的老人返家，执勤时还常被民众要电话打讪。曾经看过一个学姐，她就是电视报道说，就是她追一个抢匪，然后就一直追，到后来追到，然后她那个制服的画面，我觉得还蛮帅。 因为正义感使然，选择挑战性高的警察工作，也将保持热忱，继续为民服务，要让大家见识到美女远景打击犯罪还是能一把照。记者吴俊德、周雨茹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